안녕하세요钢琴实验室的概念戴手套弹钢琴 Mess 啊哈哈哈哈哈我最喜欢会做菜的女生啊怎么会就这样嘿嘿嘿我是姜老师，今天来到一个钢琴实验室的概念，就是呢，曾经听过网友跟我讲说，姜老师，你知道戴手套很难弹钢琴吗？可是本人没有试过戴手套弹钢琴，到底会有多困难？今天姜老师就是要来挑战一下戴手套弹钢琴。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九副的手套，到底姜老师能不能够戴着这些手套完成演奏呢？今天指定曲就是舒伯特的即兴曲。首先第一个这个保手套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款，因为它这种保手套是塑胶制的嘛，然后它还会有一种指滑的概念。各位朋友现在看到了咯，有没有感觉是什么？啾 Mess 感觉什么是我们的布手套，这种布手套大家知道吗？就是像一些仪队啊，就是那种。或者是那个。请往右转。滑一点点，所以你会感觉有一点快要滑掉，快要滑掉。简单来说还是很好弹的，不过它有一点厚度，所以你会开始感觉不到那个触键的音色控制。再来第三个蔬果手套，然后它是让你采蔬菜啊，采水果啊，很合身哎。手摸。안녕하세요小类似，它是叫做耐用指滑手套。它这个配色是什么，你知道吗？看看你们有没有跟我有默契。我们一次说出来这个配色是什么 ？Black Pink。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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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Look at me, not look at me. Look at me, not look at me. 啊！我手想动，但我动不了。长那么像，它的效果这么惊人哎！但是下一个更可怕的来了，各位朋友有没有非常的常见的这个手套？百搭单品，永久不退流行，然后再搭配上蓝白拖，接地气的撒。朋友兄弟，免惊免怨叹。就到妈的。超级滑溜，超级超级超级滑，怎么说呢？哎呦，这样，
如果呢想要弹 glissando 的朋友，这个就是我的好伙伴，而且一直滑都不会痛。好，好了，下一个是我们的妈妈的好伙伴，永垂不朽，看到就真的妈妈的味道就飘散。想要灵巧的活动有点困难，因为它其实不是那么合身。OK， 下一个，这个工作手套加强版这边还有上胶的啊。好，来，哎，看一下。各位朋友，已经到了越来越夸张的部分，这个我觉得这一定会非常的悲惨。可是这个好可爱哦，你看上面都是满满的爱心哎。你喜欢吃焦糖布丁吗？我最喜欢会做菜的女生了。不要瞎掰好吗？不要硬的啦！我手要。应该要弹什么样子曲子才会成功呢？有什么曲子是手不用动会成功的？哦，我知道了。就是让左手去忙的就可以了。还可以弹一些左手练习曲的部分，右手就这样嘿嘿嘿这样下去就好了。接下来到我们最后一个最大的大魔王是什么呢？双手做布丁，那再手做佛跳墙，赶紧摇，小老黑。哎，大家猜猜看，刚刚我演奏是什么乐曲呢？因为这是最后一双手套，所以我灵机一动，突然觉得要来给大家一个猜歌的游戏。接下来姜老师弹一首乐曲，然后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说这是什么乐曲呢？答对的话一点奖品都不会有哦。皮诺可，这个直接电死。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猜题的部分，魔王题。然后在家里不要随便拿手套出来弹钢琴哦，要知道这是要练过的。OK， 希望大家喜欢这片，就要记得订阅我，打开小铃铛，拜拜。